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个视频。我是李翔，我学中文一年半，在巴哈达大学。但是还有想在我的中文不好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学中文两天在一个星期和我学中文，一边学中文，一边学这些文章，因为呢我的中文不好，但是我想提高我的中文。我想开始学四级，我知道学中文很难，但是学中文越来越很有意思。